今天真是倒霉的一天啊！江小琴，小琴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怎么又不在家？还不错，钥匙。哎哥，行李都在里面了，我就不进去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好。像是小红红。泽一，你不要不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。公司一下午所有部门什么事儿都没有干，就在开你的紧急会议。你是一个公众人物，是一个艺人，永远不可以谈恋爱的，你知道吗？哪怕是看起来像谈恋爱都不可以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头上那个伤怎么回事啊？严重吗？行了，就这样吧，挂了。哎，这灯是在哪儿啊？衣服没拿，最近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？我没开吗？我关了吗？